要命了。就刚刚五分钟前头俺们叫的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叫了，要死。要命了，再给俺弄下去，我那个真的要出事去了，麻烦了。根治啥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，你都不晓得这个状态到底维持到啥个辰光，我总要把个标准，我就是讲有一个具体的说法。